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502集。今天给大家做的是铁工厂的光柱泽中，这个后面还写了一个月字啊，然后包装盒很漂亮啊。那么致敬到了真人电影第四集里头出现的这个 Draft。那么为什么说第四集啊？因为第四集里头它是蓝色啊，到第五集好像是变成红色的车子了。然后相较于电影版的话呢，它呢当然是会有一些改变的啊。那么最明显的改变呢，就是它这个头雕啊。当然了，这个电影系统里头那个脸的话呢，因为是做的，脸上有很多的这个机械鳞片，一片一片编起来。这个的话呢，则是比较像是人脸的造型。而这个头冠啊，非常好看。头雕我可以给到非常非常高的分数啊。如果满分是100的话，这个我确实可以给到95分啊，非常好看。眼睛的话呢，也是宝石蓝，非常非常的漂亮。然后整体的造型的话呢，华丽是很华丽的，有一个日本武士的板甲的造型啊，但实际上把玩起来呢，你可能会觉得这一些一层一层的甲胄呢，其实呢，干涉还蛮多的，这确实是这个样子。然后呢，我现在这个状态呢，是所有的配件呢都搭载上去的一个样子。它呢附带了这个侧边啊，这个小零件，它是用来安插这个小太刀的。小太刀的话呢，安插非常简单啊，直接拔出来插下去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它这个配件的话呢，一共有两个是插小太刀的，然后另外一个孔洞比较大的这个的话呢，只是可以安插这把大刀。大刀的话呢，你也可以安插在后面啊，后面有另外一个在变形的时候会需要用到的一个零件，以及它的一个排气管，这个零件是单独的一块零件。那我就为了避免说遗失，我就把它扣在一块了。那我们的话呢，背后这个大刀可以把它给顺利的把它给抽出来。那后面这个部件我就先把它给拿下来好了啊。如果你不喜欢这个零件在后面干涉的话，就直接把它拿下来。拿下来之后的话呢，这个后面这个领子呢可以推得更后面一点点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这些板甲的部分呢，你可以再做一个更精炼的一个收纳。那这个刚刚也提过了啊，这个部分，那如果你喜欢把这个大刀插在侧边啊，也是可以。完全没有问题。然后它的一个配件的话呢，还有替换手。替换手的话呢，一共有4个造型。这个首先是一个手掌，手掌之外呢，还有一个这个握武器，但它是一个剑指斜方向的一个插法。那另外还有一个拳头是完全握紧的这个状态，这个是拳头完全的握紧。但是呢，我要说一下啊，这一次的话呢，它的这个拳头握紧这个配件的话呢，我感觉只有它呢是特别松的。这个装上去之后啊，我个人感觉比较容易去碰掉。那由于说他又不能拿武器，所以平常的话呢，我还是会使用这个就是握拳头，然后里头有一个洞这可能是我平常最喜欢安插，而且它的一个松紧程度是比较适中的，而且它可以正常的一个握持武器。那这个的话呢，我们就顺便一并的把它都给替换成是握持武器的这个手臂好了。这个手掌好了，把它扣上去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来这个手持武器了啊。这个武器左右手拿都可以，没有问题。这样的 ，OK，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就常备是这个手了，而且它是可以参与到变形啊，并不会去干涉到的。然后这一次的玩具很意外的呢，它的关节有的没有的，整体来说不但不会偏紧，甚至还有一点点偏松啊，特别是。裙甲，尤其是这个，当然这个转动这里偏松是没有办法了。然后其他的话呢，就跟以往铁厂的玩具的手感有稍稍的不同啊。当然这只是松紧度了。然后呢，在这个材料方面，就是这个大家都会问铁工厂的材料怎么样？其实我真的觉得还可以啊。这一款的话呢，感觉也是偏硬，然后倒角的处理呢没有很好啊，确实这一次。摸起来的话呢，手是比较容易去有一点点小小疼痛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这个其他的一些细节跟造型，它的车头灯啊，还有这个前面的进气口，整个形成车子的前方，立体感真的做得很好，整个破碎感非常非常的不赖。然后腰身的话呢，也是可以转动，可以给各位看一下腰部可以转动。后面呢，这个最大的一个卖点就是它这个裙甲非常的巨大。威武是很威武啦，那就看你个人是怎么样去觉得，配一个你觉得比较好看的一个形象，确实是很大，干涉的程度还比较多。这一片甲胄的话呢，也是反折下来，我一开始还不知道这个甲胄怎么放，然后这个小配件如果你不喜欢啊，赶紧就把它给拆掉。我就觉得这一对小太刀啊，我个人觉得，
反正有多比没有多还要好。脚的可动的话呢，给各位看一下，脚前后踢没有问题。膝盖的话呢，由于变形的需要，所以它是一个双动关节，脚踝也有很好的接地性。然后这个脚的一个，这个什么脚底板站的也是非常的稳了啊。这个人物的话呢，站立性是非常好，没有问题。就是这个裙甲的部分，啊，您就自己去调整一个比较帅气的一个形象吧。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光柱折中的变形过程啊，它的变形的话呢，主要还是干涉比较多啊，这点的话呢，一定要先跟各位特别去打个预防针了啊。这个部件的话，先把它给扣上去啊，压紧一点，这个呢会形成我们的这个车子的后面的排气管，然后我们就开始进行本体的一个变形。首先的话呢，我的习惯吧，我们先把后面这个裙甲的话呢往侧边给推开。那么推开的时候，你可以注意到这个地方是有个关节的啊。我们这个关节的话呢，是可以把它打成是一个斜角的一个方向，斜角的一个方向。那这个时候的话，如果你愿意的话呢，你也是啊，不对，先把腿给变弯好了，把这个地方打开。腿的话呢，从这个外摆内收的位置呢翻折啊180度，翻折180度。然后的话呢，把这个腿的话呢，这里的话呢，做出一个 chicken leg 的一个感觉啊，从这个由后面折过来到这边。到这里，咔的一声过来啊，这个步骤的话呢，在第一次变形的时候呢，会非常的紧啊，不是那么容易去做一个推移的。那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就再次的给各位示范一下，这个地方推上去啊，咔的一声会很紧，把他的腿的话呢做一个缩短。好，缩短之后呢，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呢？把这个轮胎脚后跟不是有个轮胎吗？转到侧边推上来啊，待会它会在车子的侧边。然后呢，再把鞋尖从这个地方推过来，鞋尖的这个关节比较紧啊，各位注意一下，这个地方把轮胎转到侧边，再把它推到侧边，然后把这个鞋尖放下来。两腿呢，目前的话呢是没有的组合的啊，待会的话呢，我们会透过上面这里有两个洞嘛，待会会跟这个地方啊，做一个组合，但是现在还没轮到它。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裙甲的话往上撩起来之后，撩起来，然后呢旋转180度，旋转180度，旋转过来，然后的话呢，旋转过来之后，我们把这个部件透过这个地方有个连接杆，这个连接杆，我们把这个后面的裙甲的部分往后面推过来，这里也是一样的，往后面转下来到这边，然后呢把后面重叠的这一片整个的给推出来，这里也是一样，整个的给推出来。待会的话呢，我们最后的话呢，再说过了，这个凸跟这个洞再做一个结合。目前先不要啊，因为呢前方的话呢还需要调整一下裙甲的部分，所以我们暂时就先不要把它给扣好。那我们这个两个肩膀的部分呢，把它整个往下方啊，这里可以推起来，拉开之后方便我们把这个部件挑出来，再把这个往上挑，挑上去之后的话呢，折下来，后面有一个这个盖板往前面盖。再来怎么做呢？把这个肩膀这里有一个凸，对应肩膀内部有个洞，这样子往上面推过来到这里，先卡上去就行了啊。待会儿的变形过程中呢，它一定还会再裂开啊，这个无所谓，各位知道一下这个位置就可以了。到这里，好，到这边之后的话呢，我们接下来怎么做呢？把这两侧部件透过这个地方，这个双动关节，我们可以把它给打平了。打平之后的话呢，我们把它往下面推一些，形状的话呢，差不多快密合出来。但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？先把它的脚后跟这个地方做一个结合，这个地方凸跟这个洞做一个结合。哎，我们就是对一下。你看，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呢，调整的话呢，还是需要比较大的一个部件的推移。所以的话呢，我们前面这个地方刚刚说不要先结合，就是这个目的。好了，扣一侧已经扣上去了，这个地方啊，轮胎就往上面推过来，到这边应该差不多会扣上。然后的话呢，两腿呢组合，但实际上呢，这个组合呢是需要依靠一个零件的，就是我们刚拼凑起来这个零件。那扣的时候怎么做呢？就是这个钩是要朝上这样子扣啊，这里有个圆形的凸，一个方形的凸，它都是要扣进大腿内侧啊，两侧有对应的圆形的方形，圆形跟方形的凸。然后我个人感觉，它的这个凸呢好像做太长了，这两个应该都太长，所以待会两扣上去之后呢，两腿之间呢要合并的话呢，没有办法去扣到一个非常密合的状态啊，所以我个人推测是这个凸太长的缘故造成的。那我们可以先扣好其中一边，扣好其中一边，
再去把另外一边给结合起来到这边，那各位应该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啊，它中间还是有个缝。我个人觉得啦，我就是那句话，我觉得它那个凸做太长了，导致于它没有办法扣起来。那么到这边的话呢，变形已经差不多，接下来我们可以组合它的侧边这个甲轴，它是怎么样呢？透过这个球关跟这个双动关节推过来，然后呢把这个洞去扣到这个凸下面去。那这里的话呢，我是建议啦，就是建议啊，就是两侧都是稍微去调整一下，然后由下往上扣上去。这里的话呢，原则上呢还是会用到一点塑胶的韧性，那在推移的时候呢，尽量不要去碰到其他的部件，因为呢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结构来讲，我觉得干涉是比较多。那一侧已经扣上去了，那么另外这一侧也这样把它给往由下往上压上来。好，整个的稍微去 match 一下，那么它的一个骨大骨架已经差不多 OK， 没有什么问题了。那最后就把这个手给放到内部去，手放下去的话呢，只有一个原则，记得这里不是有涂装吗？有涂装的呢转到内侧去，这样子。然后拳头的话呢不用特别管，你往内放就可以了，因为它这个拳头是有点软的，你硬塞可以把它塞进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么这个手也是一样往下放，然后呢把有涂装的呢塞到车子里头，或者是说没涂装的你把它放到朝外侧，这样放进来 OK。 那么呢这个最后的一个严丝合缝，一个小小的一个密合 OK。 我们的这个光柱折中呢，它由机器人呢到这个应该是 Bugatti 吧的一个跑车啊，应该是会有一些修改，应该不会完全一样，它的一个变形呢就算 OK。 然后呢这个轮胎啊，这个地方因为它是一个脚后的这个关节去调整，所以你可以把它给调整一个正一点，让它的轮子呢能够顺一点，这样一来的话呢它的滚动性呢就还不错了。你看所有的轮胎呢都能够碰到地面，那么你可以看到上方这里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口啊。然后呢再次给各位看，你看这个真的，我就觉得这个凸做太长，对，它没有办法，我再怎么往内压它还是压不进去了，后方这里都已经扣好了，还是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完全的密合。那有一个排气管的后面，那它的一个说明书也好，或者是说的插图也好，都会说是把这个刀给扣在这个地方啊，终于明白为什么了，应该这个地方有个缺口，那这个刀在上面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他们就是觉得这样可以了。那其实也不难看了啊。那我顺便提一下，我刚刚看到这一次的说明书啊，有做一个色块啊，这是铁工厂玩具好像第一次看到啊，有这样子的一个区分，觉得还可以。然后其他的这些小配件啊什么的，如果你愿意的话吧，也是可以把它给扣在这个侧边吧。如果你想要让它看上去更加威武凶猛的话，就这么做吧。但是各位知道一些就行了。那我们看一下车子的一个轮胎，那个侧边这个是有涂装的啊，立体感好像还可以，但是两个洞啊稍微略显碍眼。那变形的话呢，就是干涉比较多啊。各位看我这样变，其实我练习很多次啊，不然它这些部件的推移啊什么的，其实真的是需要留意一下顺序的。然后这个底盘。人头在下面啊，不过这不是很重要啊，主要就是上面这个武器，你一旦拿掉的话呢，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口在上面。不过你这样看啊，切几个角度看应该还是可以。然后车头其实很漂亮啊，这个涂装啊什么的算是有到位了。然后有两个还算很显眼的这个后照镜啊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造型底下你看很抢眼啊。然后就没有其他可以特别说明的了啊，就以这个人物的造型来说啊，美型度是没有什么好怀疑的，没有什么好挑的。铁工厂的这个人形的一个造型都很好看。那么车型虽然上面有把刀啊，但是好像看了一会儿之后好像也就习惯了啊。那最大的一个问题，以这款玩具来讲的话，就是它的一个这个拳头手腕的部分呢，我感觉替换起来都有一点偏松，特别是握紧的那个拳头。再来就是在变形的时候呢，这些板甲啊干涉是比较多的，那有一些是球关，那么初次变形的时候呢，可能会有一些碰掉落的情况啊，但是损坏倒是不至于了啊，顶多就是掉件而已。那就给各位进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